其他热门话题来看，新冠肺炎肆虐全球，前美国总统川普他当时不断以中共病毒来称呼，让中国非常的不满。而现在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在微博贴出了好几张这个 Google 翻译的这个截图，像是英翻中的时候，在英文的部分输入艾滋病毒就会出现中共病毒，输入艾滋病人则会显示武汉人，这到底是怎么翻的呢？让共青团怒呛Google 翻译不出来，解释一下吗？那再来看到有些店家提供客制化蛋糕服务，但是有民众在网络上抱怨他们收到了这样的蛋糕，有业者把人气动画《冰雪奇缘》的主角 Elsa 的头像做成蛋糕，结果成品是长这样的，有点像人猿呢。那这也是另外一种《冰雪奇缘》猿头的猿，让民众收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太无奈了吧。另外再来看到有民众在脸书求助说，他在超商买了一盒火锅肉片，但是拆开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孔洞，还蛮密集的，让他很担心说这是不是注脂肉，调出内行人来解惑说那个是切肉机固定肉的时候留下的痕迹，所以孔是机器留下来的，这属于正常的情况。